南投 Winner 忙内成员江生润，在6月20号正式入伍，目前已经入伍近一个月。日前有南韩网友分享他在军中服役的近况照，江生润表情愉快，充满笑容，还摆出持枪动作，调皮的模样，看起来军队生活适应良好。7月初时，也有人分享他刚入伍的照片，当时他穿着军装，坐姿端正，表情严肃，现在已经与同袍打成一片，粉丝们也放心许多。3, 2, 1, OK。而他入伍前也曾开直播跟粉丝保证会保卫国家，成为帅气的男子汉。IG 最后一则贴文则是留给粉丝的话：我会健康的保卫国家回来的。江生润预计将在2024年12月19号退伍。